北京时间10月11月季前赛特训 NBA 季前赛迎来一场超级重头戏，用户赌称大战。这是詹姆斯加盟湖人后首次身披紫金23号战袍对阵卫冕冠军勇士。众所周知，过去四年詹姆斯连续四年总决赛对阵勇士，仅夺得一次总冠军却输了三次，所以老詹湖人生涯首战勇士，即使是季前赛依旧少不了观众。今日一战，詹姆斯轮休归来，依旧延续季前赛只打上半场的习惯，出战18分钟8投5中三分，二中一罚球，五中四狂砍，15分是篮板5助攻，这效率真是没谁了。要是换算成36分钟，岂不就是30加20加10都恐怖三双？当然这是预言而已，但是老詹恐怖起来谁也挡不住。封三助攻，空中闪躲，折叠上篮就不多说了，重点说一下什么叫扛着200斤无视防守转替2加1。第二节7分多钟，师弟抢断一哥发动快攻，一哥和库里都是预裁判犯规并没有回防，可裁判并没有想上，然后师弟传给詹姆斯，詹姆斯一步过掉卢尼，卢尼防守不及，只能伸手拉坏詹姆斯的右胳膊，而老詹则是360度转体完成左手2加1。200斤的卢尼真是拉也拉不住，还配上犯规。随后詹姆斯大秀攻二投机，兴奋的连忙第一詹吹师弟怒吼，这冲撞老詹庆祝一番。不过有谁注意到后面的杜兰特吗？表情有点五味杂陈而惊愕的感觉。中场结束前，詹姆斯有接麦基助攻命中超越压哨三分，随后老詹站着一动不动的凝视全场，尽显球迷的欢呼声。这就是詹姆斯今天的最后一球，综合来看老詹表现得太完美了，很好的诠释了荷兰联盟第一人。说到联盟第一人詹姆斯，怎能不提一下杜兰特呢？杜兰特三节才卡下板，出战24分钟14投8中砍下18分12篮板3助攻。不过杜兰特早早下场也是无奈之举，6分离场只好下场坐着，这一次轮到科尔在场下笑了。另外库里23分5助攻3篮板，汤普森20分5篮板3助攻，